大家都有看过水管吧？那么水管的内部呢是不会清洗的，而在长年累月的积累下呢，里面也会生长一些微生物啊等等。那么水在经过的时候呢，也会带走一些杂质啊。水当然还是可以喝的，只是说如果能够过滤一下再喝的话，对身体会比较好。我是一个不习惯喝自来水的人，因为我觉得有股味道。然后我朋友啊就介绍了一款 IK900 过滤器，喝完之后呢，真的水是没有味道的，而且它特别方便，不需要插电。还有呢，就是碱性水的话，可以平衡身体的酸性值啊，然后也可以就是促进血液循环啊，对皮肤也好。而且它购买也非常方便哦，你只要上 Chrome Set 就可以买到了。